家好，我是小圆的，我们出来赶海了，走下去。哇，漂亮！哇，一个月亮贝。好像还有点想想。那不是，哦，还真有。好大条啊，这里有两个，哎呦，这虾好安逸呀、啊！这个是吗？哎呀！哇、哦，你看这一片。夹的，哎呀，这嘴巴张得好大，哇，是活的嘞，这个不会动了，啊，好多，哦，哇，这两个好大，哎呦，嘴巴含进去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多螺在这里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些全都是。咦，这里还有虾？哦，有鱼。哦，这哦，大了。哎，这里香香的。哇，好大一颗！一下子我捡了一堆的螺，好像被人家吊在这里的，不小心吊在这里的感觉。哇，这里怎么这么多东西、脚踩了一颗螺，我说什么呢？硬硬的。想的，哦，轻口，这个螺圆嘟嘟的，哦，这里有，
两个都响。好漂亮哦！今天捡了一堆的月亮贝，还有这几颗都聚在一起了，好像被遗漏